再刚好新年快乐今年呢就播出了节目卡，因为今年的阿爸阿妈要过来农家吃饭，所以呢就阿妈煮的，来起来要煮的，阿妈就煮下锅，阿蒸鸡同红，来就包头同红葱仔，所以呢红葱仔一路来喺阿公在中间带下来嘅，特别讲呢就是来在山那边那时候，每拜过时过节，阿公一天要拍蒸鸡同。红葱仔咧，做红葱仔咧，就系稍稍咸豉油，多多甜豉油，用拍浸鸡，也就系牛面客家人的菜。因为每摆嚟同牛面拍，每个 chapter 讲 engineering 东西咧讲英文。since 今年唔咩做生意，咪今年就用客家话同牛面介绍咯。所以阿爸阿妈要过嚟点样食饭，所以就点样随便做。阿媽肯寄養出五千斤過嚟啦，就比較簡單啲，即係就糖果就紅葱仔咯，咩咩後翻嚟做。但係咧，今日就祝福大家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，出入平安。在2023年，最近要大家愛身體健康，出入平安啦。所以就同大家就稍稍拜個年 ，OK， 恭喜發財，係咁先，拜拜。